中路的话，反而是挖狗这边喷了一个石化凝视，后面有 Mountain 赶过来支援一下。这个喷到这个石化的时候，整个换血起来是累，真的很不舒服。对，刚刚挖口应该是被喷完大绝，被接了一套。哦，这边。然后在右边的话，木槿的位置是被 Mountain 给抓到了，然后挖口是往前想要闪吧。哎呀 ，Maple 巨乳上气把挖口拿到第一线，惊人接大绝扭转镜直接走掉。哇，这一波我觉得挖口的这个闪现就有点太急躁了，因为对方的中表是远，所以这波反而是送了一个自己的闪现跟一个自己的。或者是地方御史者妈妈需要什么东西，不过中路是尾鱼的一波支援，这边抱着 Mountain 一起过来，雷震扭转之境来到了 Maple 身边、哎、Maple 能不能逃脱，逃不掉，手杀被挖口拿走，已经野区防守能力在闪亮这边，因为 H 一定会直接抢抓来了，这边就是抢抓，手上举着盾往后盾了一下，但是看起来位置不太好，把闪现给交出去了，然后 Betty 被留在了后头掩护，手上撤退下半部打起来了， Zef 的怀表用出来，然后反思想要打木槿，一打二触手，哎呀没挥到啊，然后再的话是中路龙被打到了一套，被冰河裂隙给敲起来，但是 Mountain 赶过来飞过来支援，挖到了闪宝把 Betty 的怀表给用掉了， Betty 被缓住， Betty 被打死，Tuna 这波抓掉了 Betty 之后，现在则是中路的蛇蛇看起来也难以逃生，最后是由 Tuna 拿到了双杀，但是凯特琳怎么换 TP？ 换 TP 来直接传，但传的话有机会直接吃到火元素跟木槿的进场，还有 Maple 的伤害，一个 W 要小心啊！这边是直接踩在柱山上面，然后再召唤火元素之后直接踢到了四个人，然后拍起了这个触手，木槿进场来看八龙的重击中。我是把这波给杀掉，这重击下去，盲人拿到了那个巴龙，但是龙奔血量很低，闪现上来之后看到了木槿，一枪把木槿给崩了，然后现在在哈拉比能不能收掉？来个 Q， 龙奔奔，龙奔奔倒了，然后再来的话再往前顶，哈拉比顶上去，伤害不太够，但是坦度很够。这一波两边战成一团之后 ，H 倒下了三名成员，然后在左边也打起来了挖口跟 Maple 的对决，然后再搭上蛇蛇过来，哇，二 v 一看起来躲不掉了，双生毒药伤害很高，只有挖口倒在了 Maple 伤害之下，没有到太高，正起了四个人之后，后面的后续伤害才是重点。对，我觉得这一波火元素掉进来之后，其实这个点位看到 H 的人是完全不能打，被击飞四个人哦，还好是 Deep 这个大绝起得到一个很好的威慑作用，不然后续进场哈比奇这个位置算是还不错的，然后这个时间点，这个老三很稳定的把。巴龙也重点下，但是后续这个点位的话，我觉得算是哈比处理很好，就是他知道这个一定要杀，因为他们巴龙已经掉，能杀几个算几个，只要让对方这个巴龙 buff 大概剩两到两个或是一个的话，其实就很赚了。然后这一波，哇，他挖口在点上回家，直接被一个闪现的 W 给阻断 recall 了。我还没看到那么细的细节，演上回家，重点是他应该要看得到那个僵尸守卫，那个僵尸守卫的，他就是要拼嘛，这个来不及防守了，这个两个交通工具组合太强了，闪亮根本措手不及。没错，这个火元素，然后想要撞人，撞到的是一只卡利斯，然后木槿这边挥了一下，扭转之力全部运走。哇，这 AHU 现在看起来是一个 AHU 知道在这个窄口里面，感觉上会被控制啊，要非常小心。Maple 之前控住了这个窄口，然后火元素有开错，杨梅撞到，但是 Mountain 已经就位了两千点的巴龙，接下来搭配的 Zef 在这个窄口里面来看一下，终极最后是红队挖口把巴龙给拿走了，然后坦克机准备要游进来，然后带着挖口在旁边一起做伤害，木槿已经倒了，龙奔奔九零四点往下墙都准备开始补足后续的伤害输出，挖口往前帮助的是哈拉比，哈拉比回到墙做控制，撞见撞见飞三个人，不过龙奔奔最后是拿到了一个双杀，然后巴龙被雷兹给拿走，而且这个点我其实觉得 Betty 没有，因为这个点应该是闪亮最好防守，然后 AQ 最难过来的，对，你要嘛用这个大绝把这个卡雷斯推走，或者是火元素要撞到，因为其实一开始我看布朗姆的 Q 是有挂在卡雷斯身上，所以是你是有机会可以把卡雷斯打走的。但是后面这个点位的话，双方这个重击，我们看到是木槿没有下，卡雷斯下了，可是最后还是让那个雷兹拿了，所以后续这个在撤退过程中，雷兹的这个追击能力真的太强。哇，我觉得这波巴龙处理很有问题啊。都会让这个 AHQ 不敢下来，还有爆炸射击，然后你还有爆炸射击，你有毁灭射击，怎么想闪亮那一波的巴龙处理是可以更好的，但 AHQ 这波打的确实是好，盲人在侧边抓到又是哈纳比，哈纳比的坦度真的很够，不过在转角的地方这波准备要开打了，召唤火元素准备要推人，羊撞回去之后撞的是一个龙笨笨，但没有人激活龙笨笨啊，全部在激活一个坦克 Zef 这一波坦做所有的伤害，最后还没有死，然后龙笨笨在旁边搭配着Mountain的伤害是把二人给换掉了，但最后虽然 Zef 倒下，不过是死在那个毒的那个 DOT 的下面，一个龙团的。来看看这一波是 AHU 在对方的红区里面，然后是由 Mountain
首先发难，事先打了哈纳比一套。我觉得这波我觉得算是这个汉卡奇打得很好，就直接进来，直接断住闪现位后面的这个辅助空间，然后后续这个氧化我反正觉得撞下面可能好一点，就是闪电狼这个左就是有蛇女在，可以直接拆前排，把前排拆了，你就可以比较好去打。他是想控龙笨笨的，对。但我觉得 HU 要防远古龙是比较好防的，就是那个是地形的问题，红方会比较好防一点。Maple 救伤器有撒，然后再来的话目标是卡莉丝，但是灵魂抽取是抽了蛇蛇的灵魂出来，鞭打了一顿蛇蛇半血，然后王牌射手是涉及到了 Betty 身上，压了一点血量。Steve 再抽一个灵魂，把 Maple 的灵魂给打爆了，把 Maple 给赶走，直接剩四成血。然后 Mugen 站在这个远古熊池子里面也不敢恋战 ，Steve 不断的在抽人家灵魂呐、啊，这灵魂连三抽，哎呀太可怕了！哇，他是抽一个灵魂 ，Maple 直接半血，然后再来是凯特里的封路，假甲阵有夹起来，然后再来的话是四千点、三千点、两千点吗？火元素八楼这边是被 HV 拿走，火元素是击飞了三个人，然后再来的话是 Tuna 用自己的这个 W 是把龙部分给救起来，那 后面尾鱼被秒掉了，然后在这个点的话 ，Deep 大绝发挥了非常好的地形组合效果，但龙笨笨被赶走了，龙笨笨在这波团战没有办法输出，然后他那边往前闪现都想喷火来留人，往前撞 ，Deep 是徒步可以走掉，然后 Mountain 进场想刺杀 Betty 也成功。被里面秒掉了之后，这牌活着，只有不断的用回复时血量跟雷兹的输出点位都变得比较小心，都要很难去。我们来看到这一波好伤害，对，这一波其实 AH 吃得很果断，他们是直接吃到底的。他们这波也是没有选择让莫名去偷这个远古，他们要打正面团，因为先击三个人之后，我们看到第一时间属于吞了这个龙门进来，他被震飞，他这时间其实龙门是完全打不出空这个输出，他先被这个冰原连敲起来，然后直接吃了一个 Maple 闪现大绝，这个血量是直接必须要往后做撤退，他没有办法经常打输出，然后就让闪电后面一个一个把这个前排给全部抽掉，而且这波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老三在后面直接一个隐形跳出来把捞掉了，对，把这个红红捞掉，而且蛇蛇其实是有意识的，就是他还往后举了盾挡 Waffle， 然后可能顺便想挡老三的位置，对。不过这一波没有把这个 AD 杀掉，凯特。然后再来的话，来看一下这个霸王处理，血量掉得很快。霸王是被闪亮给拿走了之后，在侧边 AD 想打吗？想打的 Waffle 是绑住了布朗姆，拿布朗姆就要闪现，蛇蛇这边是往后拉，然后再抽一个灵魂。但是 AD 其实是有机会可以转中路去切的，但是看起来 AD 想打团，想留人，想留人。王牌之后出手，然后这边打在哈纳比身上，然后在旁边的 Waffle 闪现。绑吗？哎，奇怪了，闪现结果打的效果并不是太好，马上就用金人加大绝传送，后面的机会反而被 Betty 跟 Mugi 两个人给杀掉了，然后再一个火元素 ，AH 这波团战打得很散，龙门们还被 Mugi 给秒掉了 ，Mugi 拿到了一个三杀 ，Palace Triple Kill， 再往第四个人秒过去，小炮这一波再把雷兹给收掉 ，AH 这一波的夹击是大失败啊！哇，这一波感觉有点就是巴龙掉了，我们硬要逼迫他，可是后续我跟你讲，挖口刚刚的进场对不对？太怪了。他是闪现，然后先打一个超负荷，然后就大绝金人传走就走了，然后后面的 Z 反而是进场之后被当肉靶子秒掉，因为 Waco 进场的闪现那波是直接被布朗姆挡掉，这场结束了 Q， 这场会直接结束哎，这个要结束，因为刚那波如果他是让卡莉在旁边好好喷 W 是有机会，就是让闪电的血压到很，然后一个一个收头的，刚刚 AQ 的三人想从那个三道桶拐过来的时候又被火元素给卡住，之后摸进侧边切龙门们直接被秒，哇，这样子的话这个一个失败的团战直接让巴龙的。好可惜哦，我们恭喜闪电狼获得了 BO3 的胜利，2-1的战绩哦。我觉得 AHU 打得很好，就最后一波很怪，因为其实最后那一波的地形是有卡莉丝在，你就旁边一直喷打，一直耗血，然后你让你的 carry run 慢慢一个一个收头是很好打的。但是那一波我觉得闪现就有点偏急躁，就跟队友的这个伤害其实没有跟到，要不然就是你闪现绑那个人，你要瞬间把他秒杀。我刚刚就那时候有提到，就是 AHU 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要打团，另外他们可以切中，因为中路的兵线其实已经到了二塔前了。对，那个情况就变成少，我推了一个二塔，但是我要放着全员闪亮的全员拿带着巴龙回家，然后我等一下要接一个团，是对方带着全状态全装全，然后巴龙这样我要跟他打。对，因为如果卡中的话，是你可以把兵线送进去，然后对方要重整一波。对，你可以有多大概可能一到两波兵线的机会可以做防守。但是刚刚那波其实我觉得也 OK， 因为卡莉是在那个窄口，就是在那个侧面是可以留，是很 OK 的。我觉得最后那个可能还是稍微冲动了，可能要听一下他们的麦穴，还知道说到底是怎么沟通那波团战的。因为看起来，那一波的这个就是分成上下两块，就上面两个，然后下面三个。因为 Ziv 的进场会变成是他原本想搭配挖口。然后一起进，然后去打上面的那一个区块，其他三个人是走的是下面的山腰草丛，那个窄口就是闪电狼在打阵地战的时候最好去防的一个窄口。对，那
闪亮三人如果跟着 AHL 三人如果想要接那波团的话，可能需要跟着上路的那波兵从上面的那个弯道这样弯过去。对，就是卡莉丝从下面往上挤，然后他们做一个包夹，但是那波不然就是。